啊，这个。OK，奶奶这只，OK，讲完这么多，我觉得这只真的是一个超级完美的一个。OK，讲了这么，OK，那我们分享差不多就是，OK，那这一只 Poco F5 真的是什么东西都还不错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啦。OK 的，OK，那这一只 Poco F5 真的是，OK，那这只 Poco F5 真的是没有什么话说，真的是一个旗舰规格，但是结果，这真的是没有什么话，这只 Poco F5 真的没有什么话说，就是旗舰规格，很便宜的价钱，那这只真的就是一个超高，OK，那这一只 Poco F5 真的就是一个超。那这一只 Poco F5 就是目前最高 CP 值的1万元以下手机啦，真的没有什么话说，硬体呀、功能软体呀，没有什么话说，就唯一的可能就是喇叭的配置可能更平衡会更好一点点，其他的真的是没有什么话说啦。那真的10000块可以买到这样的手机，真的是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。好啦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Poco F5 开箱跟分享影片啦。那当然喜欢这影片，按个赞，对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是开箱影片的 playlist，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. My name is Kaiwan,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